学在人体最高的位置，可见其对人的重要性。虎轮尊其为天之门虎，其位置在头顶正中线与两耳尖连线的交点处，百会穴与脑密切联系，是调节大脑功能的要穴，百脉俱会，贯达全身，因此百会穴在对人体的养生调定、延年益寿起着重要作用。穴性属阳，又于阳中育阴，故能通达阴阳脉络，连贯周身经穴，对于调节机体的阴阳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取穴位置定位此穴道时，要让患者采用正坐的姿势。百会穴位于人体的头部，头顶正中心，可以通过两耳角之上连线中点来简易取此穴，或以两眉头中间向上一横直起，直到后发际正中点。穴位配五，配天窗穴治中风失音不能言语，配百会掌强穴大肠俞穴治小儿脱肛，配百会人中穴合谷穴肩使穴气海穴关元穴治知觉促重气突，配脑空穴天枢穴治头风。针刺百会配耳穴的神门来气针戒烟，配养老穴百会风池穴足临气穴治梅尼二氏综合症。针百会透虚扁穴天柱穴治脑血管痉挛偏头痛，配百会水沟穴足三里穴治低血压，配百会水沟穴筋骨穴治癫痫大发作，配百会肾俞穴会全景主治炎症，功能主治此穴的主治疾病为头痛、头重脚轻、痔疮、高血压、低血压、宿醉、目眩失眠、焦躁等，功能治乏。气血特征，气血物质为天者天部的充盛阳气，运行规律，散热冷缩后循督脉下穿前顶穴，功能作用生阳举陷，益气不脱，治乏寒则补之久之，热则泻针出气。日常保健日常保健百会穴的操作方法很多，比较最简单的是用手指揉按压，用大拇指和中指放在百会穴上来回的按压就可以。一、按摩手法，端坐在椅子上，用手掌按摩头顶中央的百会穴，每次按顺时针方向和逆时针方向各按摩50圈，每日2到3次，可以疏通经络，提升督脉的阳气。高血压的朋友用此方法每天坚持，可以使血压稳定并降下来。对于低血压患者，刺激百会穴可以起到升提血压的作用。二、叩击法，用右弓心掌轻轻叩击百会穴，每次10下，可以保持心情舒畅，解除烦恼，消除思想顾虑。百会为诸阳之会，轻轻叩击可以起到活血通络的作用。当外感风寒出现头疼或休息不好失眠引起头部胀痛时，可用此方法缓解。三、点揉法，以一手的中指或食指附于百会穴上，先由轻尖重地按3到5下，然后再向左向右各旋转揉动30到50次。如果是体质虚弱或患有内脏下垂脱肛等症的朋友，开始按揉时动作要轻一些，以后逐渐加重，按摩的次数也可随之增多。四、温灸疗法，持扶阳罐温灸该穴位，时间为3至5分钟，让罐体的温热红外线及磁场刺激该穴位，可预防头昏头痛、失眠、阳气不足、神经衰弱等疾病，坚持每天温灸有保健长寿的功效。五、针灸疗法，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